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明德。快乐的连假过后，又是台风来一波啊！不过我家外面倒是挺风平浪静的，也希望大家都平安。来看看本月的快乐月报吧。Oh, oh, oh.
八九月真的好多新游戏登场啊，但每月也有不少游戏消失在榜单之上。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，这些数据都只能作为参考指标，并不是绝对的，可以多去查看一下玩家的讨论度跟厂商过往的营运状况。不过一路观察下来，那些通常只是想炒一波的换皮游戏，通常都会有些很明显的特征，像是一直保持向下的跌幅，很少会出现反弹的状况。尤其是快挂或者放弃治疗的时候 ，FB 的更新就会放缓，不再是每天或者定期更新，远远没有早期割韭菜时候的干劲，也不再会更新角色跟活动，只会丢兑换码这种零成本的来搪塞过去，能拖一天是一天，可能最后再来一个储值福利来做个收尾。只要你有保持细心观察，都是可以提前预防止损的，哪怕只要能提早0.01秒发现，就是你的胜利啊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明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